就送的啦。技术我好看吧。今天呢，压力最大的呢，其实不是唱歌，是开场呢，我身上这条挂链有金吗？880万。林俊逸暌违九年开唱，爽到爆粗口。绯闻女友赵咏花缺席，原因曝光。林俊逸暌违九年再度举办个人演唱会，许多艺人好友也到场力挺。赖明伟，我来，很笑哎呀，家庭教师。还有绯闻女友赵咏华也没来，据悉是因为人在国外，所以没能来参加。林俊逸为演唱会疯狂健身，身穿白色西装，大露胸肌，才唱完三首歌就亢奋得不得了。就送的啦，技术我好看吧。今天呢，压力最大的呢。其实不是唱歌，是开场的。我身上这条挂链有金吗？880万。秀完大鸡鸡跟金项链，也不忘唱歌，找来两位重量级来宾马子卡和罗美玲助阵演出。江太太你好，没有礼貌，我今天单身呢。你今天单身？那么漂亮。那罗阿姨你好。罗姐姐，罗姐姐啊，我们怎么会熟起来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频道对了。我们以前就是我节目的时候，你来上节目嘛，那时候就聊得很开心，就觉得这女的一定也是个神经病，女神，女神经病。我看俊逸还是少讲话，多唱歌吧。一剑寒梅傲立雪中。情